안녕하세요. 我是金石英老师. 这次我们的新书《搞懂50个最容易苦恼的韩语文法》， 要让你轻松学会困难的文法问题哦。 今天要教大家科曼的用法，常常在韩剧中可以听到科曼科曼， 但是翻译都不太一样，你知道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吗？ 第一种表示到此为止， 밤도 늦었는데 이야기를 그만하고 주무십시다. 都已经深夜了，别再聊了，快睡觉吧。 第二种表示就此， 날 그만 잊어요. 你就忘了我吧。 第三种表示马上， 비가 오는 바람에 그는 그만 가버렸다. 因为下起了雨，他就走了。还有其他好几种用法都写在我们的新书里面哦。那么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哦，안녕。